雪滴落，风雨中开出花朵，小小关怀人海里会尽感动。应该可以让人因看伊咧比这时候，感觉真出名，所以我比看卖啊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你甲拍拼，到时阵若要表演哦，我才请你张饼来去表演给因看者。对对对，凤师姐，嘿，唔好啦，我拄只脚甲手都要拍开去啊，以后这表演就靠你就好啊。有时间你再甲我教啦。来来来，再坐啦，再坐，再坐。哦，有意思。再坐啦。哎呀，哎，嘿嘿，唔只地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阿哥，好你无闲。无闲。好来。阿凤师姐，哎，你们谁啊？啊，顶个我听你讲讲环保站哦，要办一个迄个老人迄个什么一个活动啊，对不？嗯。其实哦，我有想过啦，关怀老人对不？对。阮遮社区遮个老人哦，阿公阿妈，因住落来啦，啊，厝内底什么情形哦，其实我对因拢真了解啦。啊，不过因对我这个立场哦，敢若无啥熟悉啦。嗯。就敢像你讲的。有的人哦，要来参加就要来参加啦，啊，无要来参加的哦，就算讲你用叫去甲讲哦，因也无要来啦。我即想啊，你感觉安尼看会用的无？咱先来去因家来甲行搭，啊，对伊关怀，啊，甲伊拌暖感情，啊，到时阵咱若甲招吼，伊就会行啊。嘿啦，嘿，简单讲起来吼，就是哦，先甲伊甲关系拍好啦。对对对对。对啦，其实我有咧观察吼，阮这社区的遐老人啊，吼，其实。即阿公阿妈有个人是有厝内底囝儿是坐咧甲哄胎啦，啊有诶是领政府哦咧补助咧过日子诶呢。哎，日子甲讲起来，啊老岁仔人哦要出一个门，有当时啊真无方便啦，所以哦要食一啦物件哦，我真困难咧。哦，所以讲若是要拍这个关系，应该头一步是。头一步是哦，还免烦恼食这件代志。嘿。你想的跟我拢同款嘞，吼，真正咱两个会合，吼，刚才不是搭水果搭到安尼，哇哇。所以啊，我起码等你计划一个吼，叫做爱心的送餐服务啦。哦。做便当，来送遐老人是大份食，食到健康，食到营养，安尼吼，嗯。比较较好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咱爱先规划一下路线，咱爱用精简人力的交通吼，啊，送到便当甲因遐的时阵吼，便当还佫烧烧烧。哇，你看，还是阿凤师姐吼，体贴细心呐。对啦，大家都嘛爱安尼做。来，吃茶，吃茶。哎呦，你等啊！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好，我靠，吃了啊！来，你吃。来，吃茶了。别坐，别坐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哦，真赶紧啊！嘿，哎呀，啊是啊，今仔孙儿跟咱恁两个人啊。嗯，啊，就阮爸爸请假，害我甲何师兄吼，两个人加我锻炼的咧。啊，啊，恁爸爸腰有较好无啦？我也知，啊，昨吼，甲伊问伊拢无爱甲我应。嗯，不要紧啊，休困两天就好啊。阿官哦，你哦，哎，哇。嗯，阿姨又想到，唔是我害的啊！啊，你拢有在场，你拢看，是家己挺强啊。嗯，那好伯啊，咧上爱面子的啦。你愈大声哦，伊就硬骂啦。嗯，规天这个食着鸡啊啦，看伊敢搁这么固执无？哦，嗯。哎呦，阿官啦，你听我讲啦，啊，亲像咱去养护中心遐老人的时阵，咱去看因，咱甲伊讲的拢是足轻声细语的，啊，对因哦讲的是安尼甜蜜蜜。啊，奇怪嘞！啊，咱对别人对当遐尼啊好，啊，咱拢吼拢忽略讲咱家己的长辈，啊，讲话吼拢甲伊安尼大细声，你敢有想着讲伊心内的感受？我知影啦，我知影讲伊这个生气吼，是因为迄天我讲伊误会啊，甲林的思想袂比的啊，
啊，伊就真正老有毛，足顽皮，我唔才会愈讲愈生气。所以讲哦，咱上界容易犯错吼，都是对咱家己的亲人啊。咱的近师有讲，真正的孝顺只是听话还不够，必须和颜悦色，令父母欢喜。啊，咱对别人都发都哈尼啊好啊。啊，咱拢袂记哩讲哦，咱家己的爸母是安尼辛辛苦苦甲咱养到遮尔啊大，啊，咱甲伊讲话啊大细声，安尼伊敢袂艰苦？哎呦，我知影啦，啊，我讲话较直啊，我毋是超过伊的，啊，是讲伊即摆落来甲我客气，是要安怎？阿珍师姐，那这吼，我有真丰富的经验，会当提供你参考。人咧讲吼，老人囡仔熟啦。啊，若阮母吼，你到发脾气咧定型的时阵哦，吼，我用一招两步。啥？嘿嘿，一步是甲好，一步是甲补。两步，我看阮爸爸吼，确实好用补的啦。就对，我就对啦。啊，是恁爸仔较知影。改到啥工啊？免啦，你家家己来就好。看起来也搁咧生气。拄只林阿叔兄甲我讲爱用补的，我来试看卖。唉，无代无志，吐啥物大亏啊？爸。你今仔日无去巡所队，你唔知哦。发生这个代志，我拢唔知要安怎处理的呢。就亲像早时啊，我看到一台乌托邦，迄锁匙无背，我想讲是毋是爱替伊把迄锁匙先收起来。也毋过吼，我阁惊伊吼找无锁匙。啊，若是讲有人看到锁匙无背，甲偷看去，阁是要安怎？想无无啦。啊，若是你，你安怎处理啊？少年人就是无经验啦，这简单代志也袂晓。简单？哪有简单？我感觉足困难的呢。我甲你讲，锁匙绝对袂当留在机车顶悬啦。正确的做法就是讲，锁匙背起来，啊，写一条字条，甲搭在机车顶悬，讲锁匙交伫里长的办公处，去里长爸遐揢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哇，爸，你真正有够厉害，不愧是我们巡守队的小队长啊！这波敢若阁真正少效诶。还阁有哦。吼，我今仔去街仔路诶时阵吼，敢若闻到即有瓦斯外泄呢。啊，我毋知影讲是要紧开119吼，也是去找迄倒位咧漏。啊，你咧，你安怎做？当然着爱开119啊。迄瓦斯漏气足侪原因诶呢，咱即个外行人无法度处理啦。敲119吼。通知消防队来处理。啊，若闻到味腥味重，得疏散附近的居民才不知。公爷啊！哦，我阁学着一步安尼，真正有够佩服你的。果然姜是老的辣。这就是吼，有经验甲无经验的差别啦。我若咧巡逻三无遇到状况哦，解决问题，敢若倒顶泥干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听无吼，伤深吼。到顶年间就轻而易举啦，啊！我经验丰富，无一个困难，我反射作用随出来，啪！见招拆招。嗯。爸，啊，你拢知影讲哦，大家拢足需要你的，啊，你这腰疼，毋着较紧治好诶，你还紧来转来咱的巡守队哦。大家足需要我诶吼。我知啦。来来来。你甲我打咧，甲我硬硬的，看到去甲我热敷吼。我若较好的三毛，即几工我陪恁来巡逻，吼。啥物代志我让我当解决啦。我替你打。较快，我过桥较前恁行路的，食盐较前恁食的。无你吼，阮真正袂当的啦。真的哦。对啊。我这厝主恁在讲啊，你。好啊，我替你暖暖的吼。你硬硬硬较大，硬较大。哎，
哎，阿妹啊，阿妹啊，你们怎样？姐，哎呀，爸爸，姐姐，姐姐，谢礼哦，谢礼哦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阿妹啊，啊你腰这么有较好无？哎呦，小可伤尔啦，无问题啦，好了嘛啦。哦，阿妹啊，你安两天啊无来尔哦，规番宝藏安尼惦子子拢无留个，大家拢做想你个呢。嘿啊。大家想你哦、喔，啊，我烦恼讲，今你即马这药唔知好偌济咯。嗯，是咩，爸爸，你看你对阮有偌重要，唔那是巡守队需要你，环保站更加需要你呢。嗯，我知影我介重要啦，环保站袂用无我啦。对，我嘛叫六军哦，带来只行行的，嘿。嗯，啊，问你啊，啊，即个药要伫环保站哦，有啥物代志袂当解决的？讲出听看嘛。有哦。好，我娘娘想讲，我要来参详一个代志，啊，拢找无人要来参详啦。啊，你会记咱顶一摆啊，咱有甲伊李长辈有讲哦，讲咱环保站嘛要做一所以个活动，啊，我即嘛唔知要安怎处理哦。哎，我会记起啦，我记起啦，要请社区的长辈啊来随唱所以啊。嘿啊嘿啊，啊所以哦，到即阵啊，搁想无讲决定要搭一条歌哦，比较较合，想拢无人要参详啦。哎呦，这个简单呐、啊，要唱给老人听，哎，来唱我轻松的，可以当带动气氛，知无？爸爸，那呢，你感觉多一首较适合吧？哎呀，多一首。哎呀，我想到有啊啦，迄阵苏姐教咱一条歌，《幸福的人》啊，迄条歌足适合的，我唱给恁听，好好，我唱你听，恁大家全部听，好，一。1234，幸福有没有在我身边？哎，怎么一直看不见？对，哎，谢礼啊！干什么？马吉，哎呀，幸福的脸，哎，这条歌好呢，刚听那幸福的脸，就感觉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，哈，还是你较搞，那别人的鼻拢无高水呢，那后边的鼻哦，好特别可爱。有影才讲呢。你看，那想规半晡想无答案问题哦，我爸一句话解决。爸爸，你真正吼利用水箱防环保站足重要的呢，现在智多星哦。嗯。哎呦，虽然恁讲的拢是事实啦，啊，不过摆一家学了，我会歹势呢。只要吼我爸你欢喜就好，啊，我当时要练哦，你就紧来练。嗯。无问题。我等下环保站才坐镇，哎，一起拢看我头啊！来咧，坐好势，大家只要管哪位，我教你。好，来，一二三四，啊，幸福有没有在我身边？怎么一直看不见？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？我想看看他的脸。一号，那个怡辉跟华伟他们今天还是不来吗？华伟他肚子痛啦，啊，怡辉他感冒了，所以他们就不来了。刚刚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还生龙活虎的，怎么一下课就肚子痛又感冒？应该刚好吧。好啦，那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的？老师问问题。这题啊。这一题你看，它是不是要求这四个点？那我们已知的有什么？已知的是 A 跟 D 三。一二三跳，二二三跳，二三跳，二三跳。谢谢各位师兄姐，每个家差不多，我记起来哈。啊，阮台湾去甲拜访，你敢知影？阮甲叫门叫足久的，啊，拢无开呢。阮伫外口徛几十分啊，我都只好转来。无得卡，伊无伫咧厝的啊。啊，伊遐厝边想咧讲啦，嘛有看伊常常咧出入啊。啊，今仔起的时候，我嘛听到收音机的声咧。
哎，是讲不要紧啦，咱上年有在讲啊，我们要把主力当成助力，咱继续加油嘛。只有安尼。哇，蔡老师啊，你是什么时阵走过来的？我听一句话无？将无良才，机逢敌手。要黄叔将老阿伯啊来找你啊！啊，是要找谁？当然是我好伯啊咯！我专门在对付这种奇怪老阿伯啊！是讲我说袂记，伊家己就是一个奇怪的老阿伯嘛！啊！你听你刚刚讲啥？我知影，啊是讲你的腰刚好啊！腰，听到你母腰我就好啊！哎，这个我本人出马，来一探究竟，看是何方神圣。到底是如来佛，也是孙悟空。他做完了啦。先认了。啊，快点。嗯。请阿班过来。过来的。你闹酒。哎呦。哦。哦，去客调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注意的。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我得啊。林大伯，阿奶无人应门啊。啊，无人应门哦。哎呦，哎，等下赶快来等啊！来来来，咱家吼，哎，倒收收的，好。爸，莫啦！哎呦，你莫那毛病叮当啦。那也袂当啊，发挥邻居爱啊，咱替收收的，伊感激都袂负啊，袂怪咱啦，不要紧啦。袂用啦，你袂记得哦。房事有房事的规矩啊，咱主人倒无伫咧吼，没有袂共叮当的啦。好听哦，咱即马在房事哦，我煞袂记起来，莫共叮当啦。我甲扛起啊。喂，啊无恁两个在做啥物？今仔我要提我物件啦。哎，林妹妹，你莫误会哦，阮我误会，啊无你甲我讲。恁手提啥物物件啊？真正误会，真正误会啦，无啦，我是讲啊，看遮哦，我正乱啦，替你整理尔啦，我啦。哟，哎，哎，你不是？咱介绍。林阿伯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是慈济的志工，叫蔡明娟呐。哦，顶回哦，我有来甲你访视过，你也敢会记得我？果是你哦。啊！你过来做啥物啦？我今仔日吼，找阮爸爸来啦。这位，我爸爸，伊叫蔡福田。阿姨嘛是慈济的志工呢。您走啦，我一个人真好哩，免您关心啦。稍等一下吼，这位逆商啊，我甲你介绍，火烧猪头公面熟的面熟哦。你介绍我以前一个朋友呢，我有都想袂起来呢。爸爸，原来你甲你阿伯有熟识哦。啥是甲你有熟识啦？你认着人啊啦，我根本就毋捌看过你啦。敢无？啊，恁走啦，够烦的。啊，阿虎啊！哎呦，啊！你是阿虎啊嘛？以前怎么找摆面摊的啊？我常去甲你交关啊，骗什么？骗海大，你袂记起来哦，阿虎啊！走啦，阿快莫过来啊啦！林阿伯，喂，饮着人，我会使甲你确定，伊是咱怎么头以前摆面摊的阿虎啊？摆面摊阿虎啊？我唔是已经搬走啊，啊无敢会阁搬倒转啦？啊是讲若搬倒转啊，咱家己一个人，啊因某甲因囝嘞。哦，爸爸你看，那真正是你讲迄个阿富伯，阿凤师姐都有熟识啊。安尼好啦，啊无我只拜托吼，咱李长吼去甲问一下。阿长阿管，你先休困一下，含我来去灶卡看一寡点心。好啊。来来来。哦，我想你讲不过咯。爸，暗时有困在创啊啦？做贼啦？明明就遮尔，咱会找无影啊？啊是咧找啥？啊，找我以前旧相片啦。我甲你倒找啦。啊，别，囡仔人紧去困，紧去困。哦，我若无甲你倒找。
虽然在冰冰冰冰，那厝边较常会来控伊哦。遐遐免找啊啦，遐我找两三遍啊，找别位啦。搁找一届啦，无得脚底会看漏沟去。我目睭还落会漏沟，你哦。哎，你找这啊？哎呦，你倒倒找着的？一只。一只。一只只。对啊。啊，我找两三遍，哪会找无？哦，有影目睭，有影脱汤，有影呢。细细念，咧念啥？对，这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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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这本，这，这我以前的相片。嘿啊！哇！爸！这以前的相片哦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看有烟头无？哎呦！啊，你较早当电脚头毛，真正是有够爽。你是捌啊，唔捌啊？人迄阵琼瑶的电影哦，男主角啊，迄秦岚、秦香莲，拢嘛电种发型啊，迄个偌歹的，你知不知？嗯，是啦，即摆来找我电这种头毛的吼，拢是老阿伯啊。八岁岁啊，来来，紧找紧找。好，好着，一张一张一张。你今个啥要创啥啦？吓死人！一张一张。这张也无特别缘投啊，是安怎啊？着，这张着，你看。这个徛伫爸的边啊，牙痕啊，这个，这个就是我以前的朋友阿虎啊。阿虎，你看，甲咱黄水林先生，写作有干无？是淡薄仔有型啦。什么淡薄仔有型尔？我甲确定啊，99.9%。啊对对，我会记哩，伊倒手平车会回车，有陈某做记人，红色的爸。你看麦，看看你，看麦，看相片啊，有明显无？这相片这么久，有无我哪会看有啦？啊，是讲那个林先生，敢那真正有一个陈木做计划的。安尼就对啊。你若讲有看到的话，我敢确定200%就是伊。敢讲你对迄个以前面搭阿富伯啊，你无印象？无。真正无印象。阿富伯和我感情真好啊，因为阮迄阵哦，拢做伙咧签牌机啊，吼，啊，伊多才多艺呢，足够下下那个呢，吼，下得偌好听的。原来是你跋筊的朋友哦，你遐的朋友吼，我无熟悉。哦，讲到跋筊，你着拗头青面，无啦，毋是讲迄种代志啦，迄毋是重点啦，无你伫插嘴安尼，啊，我要哪讲会落去啊？好啊好啊，无你继续讲。阮两个哦。拢斗阵咧签牌机，拢感情受够好个。啊，你知影？十变八，九变四啊！爸若讲句话，三我拢走去面搭，食无钱个骗什么配海带。伊若讲句事，就甲我倾钱，互伊入厝睡，感情有好无？有啦，想袂到吼，恁跋筊个朋友，阁有遮尔啊重情重义个哦。对啊，遐细汉个三我定带你去食了无钱面啊。啊，关起方氏的林先生，敢会是福伯啊30多年前的换贴兄弟阿虎啊？福伯啊，敢会亲像伊所讲的，有伊出马，一切都无问题。怡辉甲华为一个请假，无来客户班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幸福里还佫有甚物幸福，一个温暖的代志要发生呢？下一回请继续收看《欢喜相逢》。风吹雨刮，有珠泪，有感谢，希望后一。